大家好，我是 Jazz， 从事人体工学家具14年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怎样坐。首先，双脚平放地下，手放在地面，膊头太高不舒服怎转？较高张凳到膊头放松就可以。膊头松了，不过双脚离地怎转？加个脚踏就可以。我太矮，张凳够最高都不够高怎转？加个 keyboard tray 可以将工作高度放低很多。不中意用 keyboard tray 怎转？换凳，高凳好难找怎转？叫坏凳那里帮你换支架长风。老板不给我换凳怎转？那你跟他研究一下即安键，不过后果各下自理。收工。